朋友们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民歌聊太极。今天呢，我们继续学习，传统套路36手。36手，上次学到了，上步勾换，右脚向前勾换，然后两手是勾手，勾换方向是45度方向。然后，今天我们接着向下学，把右腿退回来。右腿向后退，退成原来的方向。退的时候呢，把左掌向右手背上合，然后右手变拳，要退步格挡。退步格挡，左手变拳啊。退步格挡以后，然后我们再退一个左腿，再向退的时候呢，打开两个手变成掌，然后呢右手变拳，退左腿，左掌右拳，退步格挡。好，我们把这两个格挡看一下啊，上步勾换，退步格挡两次，然后这是右脚在前边的。然后把右脚向后侧，然后向右转身，向后转身，向后双推掌，转身双推掌，两个掌向下插，向前推，掌心向前，两个掌向前。好，我们把它连起来看一下，转身勾换以后，接下来退步格挡，退步格挡，转身双腿掌，转身双腿掌，掌心向前。好，今天的传统套路36手，我们今天就教到这里。喜欢的朋友可以订阅这个频道，我们下次呢接着学。好，谢谢大家。